罗一周逛胡同的可爱瞬间。呀，小狗，好乖，你好呀，害羞。老师，您这只小鹦鹉是什么品种？跟我家那个很像，啊，我家也是这个颜色，它应该是个弟弟。看这鹦鹉，不乖，叫什么名？小绿。小绿，小绿，小绿，你好。跟我自己家的这个鱼香肉丝很像，的好朋友小绿，谢谢老师。哎，老师。因为老师们刚才帮助我完成了寻找方向的任务，我给老师们来拿点橘子，你甭客气。来，老师，太爷，别客气，老师来来，咱们抓俩，哎，没事吧？客气，老师，来，没事，咱不客气，甭客气了。谢谢老师。您说，问您有女朋友吗？还没有，这个工作原因还没有。哎，有合适的给您介绍。哎呦呦，行，谢谢老师，辛苦，回见老师。哎，看我们北京胡同的那个叔叔阿姨们、爷爷奶奶们都特别好，特别热情，特别好客。